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南厝戏台。大人知影咱泉州的家乐戏为怎啊叫提线木桥戏吗？因为木桥身顶白牙侪线，沿完呢通过钓这条线来等木桥等荡起来，而无直接去接触木桥，所以叫提线，也叫线戏。伊的起源是秦汉时期，到东吴王心帝立满清王的时阵，家乐戏呢就从中原传入泉州。到宋代已经在泉州民间也是行了。明朝的时阵，泉州家乐戏脱离完全杂技表演的人家乐的形式，有放演规模比较大的历史戏了。到清朝，民间艺人根据木莲、西游、红线崩这些戏的特点呢，创作花面、鬼面的木桥头。今天咱们看的就是《西游记》三打白骨精。Thank you.
大贪污，我都记得大话。哦，还我别五样地让你。哇！遵命。